feeling's hard to conceal. Can't imagine all the pain I feel. Give me a thing to hear half a breath. I know you're still living your life after death.我一定想办法用上紧的速度结案的，然后公开恁两人做伙，好不好？我是你讲的，我等你做好我看。当然。王雅婷拜托来带囡仔，我绝对爱亲手处理掉，那无一定后患无穷。我爱想办法，好我杨婷把这接落去，我袂当让伊拜托来带囡仔做给我改成的。喂，爸，你放心，你要我提给雅婷吃的维他命，我等一下就会提给伊啊。敢阁有其他代志？休困，莫阁遮尔烦恼，好无？对王雅婷有利的禁锢。你别老想这，为的我跟交代迄个辩护人，和王阳婷直接认罪，到时阵照相当的刑期，应该要判几年就判几年。阿姊，你讲王雅婷公司辩护人是你安排的？是啊，安尼王雅婷就无机会来当脱罪。安尼我才会当替你甲你的女朋友讨公道啊！安尼无符合规定吧？我你敢知影？你要管这种人的死活是要创啥？你莫忘记哦，伊是咱的冤仇人。王耀庭和是去上心爱啦，伊当然要接受法律的制裁。啊，不过那也是讲到王耀庭，阿姊，你敢那比我搁较万分伊呢？伊迄个人假身假代，让人看袂落去。再加上是伊害你承受失去女朋友的痛苦，你的幸福就安尼去予伊毁掉的。我做你阿姊，要替你对付伊，敢会用的？卡冷静啦！安那无你安尼的态度，顶多害花挂，对王庭影响无好啦。无得加等的哦，许王尔庭加关两年呢。你唔听查某，你即马阁用许薄进东的手腕，去杀人成人啊！哈！安静啦。王雅婷，我建议你认错协商，争取缓刑。
你有啥物资格伫法庭讲这的话哈？就算我做唔对，代志嘛唔是像您讲的安尼啊。刑法第185(4)，驾驶动力交通工具发生交通事故，致人于死或重伤而逃逸者，处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1娃。国家应该对被告依刑法第276(过失致死罪，对被告加重量刑处罚。你不能让你的逃逸害死的人是我们小弟的女朋友，你敢会记？你这个女人是怎样？